即系今日翻嚟啦，即系而家呢一节翻嚟咧，梗系讲国情啦。咁就今日有两个就叫做系解放军巨头落马啦，国防巨头落马啦。一个咧就系魏凤和，一个咧就系李尚福，两个都系二十大之后咧就系、是即系上任嘅，系咪啊？尤其系即系你其实两个都系杂派嚟嘅，两个都系自己友嚟嘅。咁话佢衰乜咧？咁就話已經完成咗，即係中央軍委已經決定給予兩人開除黨籍嘅處分，係咪就係咁樣了事啊？好似未嘅噃，咁佢可能移送，係咪好？我就聽電視報道咧，就係話移送檢察機關咧，就會有後續嘅。咁啊，首先咧，即係其實佢可能就會坐監啊，嗰啲嘢啦。唔係，但首而家嘅嗰個處分純粹係話唔俾佢再出席二十。唔俾佢再出席大會啫，即係唔再係人大，即係冇咗人大資格。哦，終止其黨嘅二十大代表資格。啊，佢冇黨籍添啦嘛，已經係。其實你開除黨籍咪夠咯？你喂連共產黨黨員都唔係，你仲點會係人大代表咧？係嘛？咁首先咧，其實兩個人啦都出咗，而家中央軍委咧都出咗兩個人嘅審查結果同埋處理意見嘅報告。咁但系呢個報告唔知道係咪 final 啦。而家魏鳳和咧，同埋即係魏鳳和同埋李尚福，其實都係二十大之後嘅人嚟嘅。咁即係都係集核心嘅人嚟嘅。咁但係你喂二十大其實冇幾耐啫嘛，係2020年啊嘛，係咪啊？2020定2021啊？嚇，即係其實佢喂過咗。2019就是这个死了。19大是的差不多啦。啊、是的即其实没多久嘛。其实你说对习近平本身的個权威来讲当然很大打击啦。就不只是国防系统，就算是外交系统啦、啊、部长级人马都落马。那两件事呢甚至乎相关添嘛，是吧？咁你睇翻好多報道啦，咁之前講過就係話國防呢、這個外長啦，啊即係呢個阿秦剛咧，就透過佢嗰、那個即係佢嘅情人啦，啊然之後咧就刺探關於國防機密啊嘛，傅曉田你講過、那個，二十大係喺呢一個嘅2022年10月16日展開，係召開嘅兩年啫嘛。咁就唔係刺探，佢係應該係即係問，即係過問啦，過問關於軍方嘅一啲嘢啦，係嘛？雙連碟係啦，尤其係即係傅曉田就俾人話，傅曉田想知，係傅曉田想刺探軍方嘅啲機密，尤其係火箭軍嘅機密。我記得我哋做過一集節目啦，就係講啊嘛，美國一啲軍事嘅網頁啦，就係暴露咗好多即係火箭軍嘅部署出嚟。香港中文媒體冇報嘅。但我就記得我留意過，就唯一咧係大紀元有報嘅啫。但係入邊嗰啲嘢咧，我哋真係揾得翻，係真係有益美國咧嘅一啲軍事網站咧，係列曬出嚟。火箭軍點樣部署？空軍大學啊，你講嗰個係係嘛？係有件咁嘅事出嚟嘅。咁當然令到習近平震驚啦。火箭軍係親生仔嚟啊嘛！火箭軍就係攞嚟震攝台獨噶嘛，佢就係攞嚟部署。嚇對台嘅一啲飛彈噶嘛，咁你竟然你見到即係由2017-2018年開始咧，大陸咧即係阿林鄭月娥嗰陣時咪 sell 一套戲咧叫《號手就位》嘅，講緊嘅就係火箭軍嘅故事啊嘛，咁你諗下喂要出動到林鄭月娥幫手宣傳火箭軍嘅宣傳品，咁你諗下出動林鄭月娥又唔係好巴閉啊？林鄭月娥就係一隻狗嚟啊，大佬唔係啊，但你要明白好多嘢出口轉內銷嘅，咁亦即係話俾你聽，咪共產黨係擺幾多嘢係喺火箭最少喺火箭軍嘅宣傳嗰度，咁呢一班就真係習近平嘅親兵嚟嘅，我嘅意思係係啦。既然你嗰啲火箭軍嗰啲部署點樣調動飛彈嚇、啊，即係究竟你想點樣去即係嗰、那個咩嗰啲咩即係火箭參數有幾多？喂，全部俾敵方瞭如指掌，瞭如指掌就冇用噶啦，完全就係、是。然之後咧，我記得《華爾街日報》報導就係話咧，因此而國防部咧係多花幾百億咧去再重新部署，然之後延遲咗對台動武。嘅時間表數以幾年啦，起碼又要使錢，又要使，又要換人，那個震動係好大嘅。咁呢件事之後咧，咁當然對台灣嚟講係好事啦。啊，咁留下來的人話，習總有睇大紀元啦，係嘛？
咁啊，我即系我总之我记得就系中文媒体嚟讲系得集呢个大纪元有报嘅啫。嗱，咁然之后你见到系罕有地系揾到美国嘅传媒咧，其实又系引证到呢啲报道嘅。咁而家咧就确立咗出嚟啦，两个人嘅罪名系啲乜嘢啦？严重违反纪律啦，政治纪律啦，从又唔履行全面治呢个政治从严治党啊嘅政治责任啊，对抗组织审查啦，即系审理。你不去坦白从宽，你抗拒就要从严，你不坦白从宽的话，那你就对抗组织的审查咯。然后又违反党纪，又说为他人和本人谋取利益啦。主要来讲现在公开得出来的就是贪腐问题，两个人主要就是为本人和他人谋取人事利益，人事利益就是升迁利益，即是你现在你在军队里面有自己的即系一啲马房，系嘛？成个马房已经清除咗啦，而家系因此而扫荡嘅，至少一开始有八个人啊嘛，系咪？利用职务便利就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钱款啊，涉嫌受贿罪啊。咁受贿罪咧系受边个贿咧？我想知道嗱，因为咧唔净止佢受贿吓，即系其实阿魏凤和又受贿。咁问题系受边个贿先？有冇外国势力参与咧？有受自然有行，但系我哋亦都知道一样嘢就系、是，喺中国大陆，尤其是军队，即系邓小平第一时间系讲紧咩走出去啊、企业化嗰啲嘢，系解放军行先噶嘛。亦即系话俾你听，喂，即系如果你要搞任何时候搞政治运动，要讲贪污，第一时间喐嘅一定系军队，根本呢啲好 common 嘅嘢。咁然後你就係話阿魏鳳和同埋呢一個李尚福佢哋受賄，甚至係咩接受飲飲食食嘅，咁金額高達十二億。大家聽睇落，哇，十二億好大喎，咁樣。咁但係即係我哋都成日講緊高級嘢米啦。屌講係咁講，即係我再咁講就係話，喂，你我哋去翻一七一八年，哇，我哋都講過一啲新聞就係話。在大陸條村嗰度幫手抄水錶的人都可以在澳門一晚輸五六億的話，飲飲食食十二億，其實對於他哋兩個嚟講已經係清官嚟。有少少分別嘅兩個人的罪名。嗱，頭先話有受賄有行賄啊，係嘛？李尚福的罪名咧就有行賄罪，魏鳳和咧只係呢個收受為他人謀取利益並收受巨額錢款涉嫌受賄罪。行贿罪咧，魏凤和就冇嘅，啊，咁就两个人都其实都系都系因为钱啦，因利而失党纪啦，啊，经济罪行，都系经济罪，都系腐败啦，系嘛，违反咗廉洁纪律啦，收受礼品啊、礼金啊呢啲乜嘢啦，啊，然之后就话魏凤和又话乜嘢咩信仰塌崩啊、忠诚失节啊、行为辜负党中央啊，系嘛，即系总之咧就叫反转猪肚啦，严重污染部队嘅政治生态。喂，其实讲真的，我头先都话啦，你问题系几时开始严重污染党，即系呢个党呢个党里边部队里边嘅政治生态，几时开始？政治生態不嬲都好污衊嘅喎，毛澤東年代已經有嗰啲民工團，我哋成日講緊民工團係咩嚟啫？喂，係班領導嘅嗰啲私家雞嚟嘅啫喎，你習近平娶阿彭麻麻都係雞嚟嘅啫喎。嗱，生態不嬲係咁。如果兩年就可以變得咁快嘅話，都幾匪夷所思喎。即係話佢二十大之後先至開始腐敗啊嘛，即係二十大之前佢都仲係外將，唔係外將點提拔咧？呢兩年裏邊。你由得佢腐敗，佢應該係個速度係加速得好快，佢係做得好過分啦，係咪啊？即係尤其是池坂明夫都講翻魏鳳和嘅嗰個上位 timetable。習近平係2021年11月15日當選中共總書記，一個禮拜之後嘅11月23日，習近平就嗱嗱臨喺軍委大樓入邊主持一個軍銜。颁授仪式，然后就交俾呢一个嘅魏凤和噶咯噃，系嘛？咁你谂下，几即系魏凤和对于阿习近平嚟讲系几重要，真系啊！即系两个人咧，而家都系吓，即系咩性质极为恶劣，又话对咩党干部形象、咩领导干部形象造成极大损害。其实我都唔明，形象咧就对外啦，系嘛？
嗱，你唔公布嘅话，我唔知佢衰乜嘅，其实系。到而家我哋都好多人都唔知佢衰乜嘅，其实系对内啊嘛。系啊，对内嘅形象啊嘛，系嘛？我哋成日讲紧对内嘅形象系咩啫？习近平成日喺度吹水，话咩会做第二，会做现代康熙，会攻台啊嘛。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你换，即系我哋见到无论解放军又好，以至到国防部都好，喂，个个都喺度讲紧，喂，系啊，都知道你吹水噶啦。即系佢哋系咪因为咁样讲个真话？喂。解放軍唔打得嘅喎，唔係我唔係講過，你吹水唔好吹得咁盡喎。係啊，我唔係其實南華早報前年都講過，南華早報前年講過，係軍隊入邊有人就覺得係厭戰啊嘛，就懷疑對台動武或者武統台灣 work 唔 work 啊嘛。係啊，黨裏邊唔係即係你軍隊裏邊兩把聲音，第一把咧就係、是、首先就係呢一個南華早報傳出，但係可能都係同一把聲音嚟嘅，因為佢係留亞洲咧。留亞洲咧，不嬲都反對嘅，係嘛？佢就話：喂，你金門戰役你都唔得啦，你打金門你都打冇本事打落嚟啦。係佢嗰份金門戰役金門戰役檢討嗰萬嗰一萬字咧，就嗰萬幾萬字咧就拎翻出嚟。咁啊，去到而家係講緊個解放軍都冇進步過啊嘛。佢坦白咁同大家講係。嗱，咁其實就係而家我主要就係睇啦。在三中全會前夕呢就是 要整縮一下人先。首先就是軍隊開始。咁嗱呢一樣嘢呢就其實喺上個禮拜呀係咪咁我同阿鐘 Sir 呢其實都喺星如紅鐘嗰度講咗嘅。其實就喺延安呢就搞嗰、那個10年以來第一次喺延安就搞呢一個軍委嘅政治工作會議嘛。就講到明唔可以有腐敗分子呀、藏身之地呀係咪啊你睇佢兩個。啊！魏鳳和、啊、李尚福、啊、你唔好以為你都撈到咁大就唔會搞佢哋啊，係嘛？咁講完之後有下文啦，個下文就係揾佢哋嚟發辦咯。而家咪做俾大家睇咯，而家咪就係咁樣去示眾咯，攞兩個軍部巨頭嚟示眾咯。然之後就話俾你聽，就表示就習近平咧整縮軍隊咧係有決心嘅嚇，專登喺延安搞。个个都要信佢，一定会攻台啊！习近平系呢一个现代康熙咁样。系啊，同时亦都有消息话佢咧，就想抬举即系佢老婆啊，阿彭妈妈。彭妈妈就话佢啲忠诚好紧要啊嘛。咁佢咧话喂 ，Wall Street Journal 都已经系咁吹噶咯，话习近平将会授予阿彭妈妈一定嘅官职，强化佢嘅影响力。系啊，即系阿彭嫲嫲就好快会变成现代江青噶咯，同埋啲人就咁样估计啦。嗱，三中全会亦都已经有期啦。嗱，其实呢一系列动作嚟嘅。三中全会嗰个日期咧，就系今日决定拍板嘅。啊，咁佢就话7月15号至到18号咧就喺北京召开啦，系6月27号，即系琴日啊，即系礼拜系啦。嗱，琴日就系已经决定嘅，即系你谂下，喂，同一日发生嘅一边。就要處置呢一個魏鳳和啊，同埋李尚福先一邊就決定呢一個三中全會嘅日期，即是話佢而家佢開會之前，佢就要有一個即係寒蟬效應先啦，係嘛？首先又喺軍隊裏邊做啲大動作，邊個唔妥我係嘛？認即係信我者昌就逆我者亡啊嘛！佢要發表一個咁樣嘅信息啊嘛，由軍隊開始。咁軍隊我都可以咁做咯，我軍隊都唔怕大老虎咯，何況你其他人咁樣樣啊？咁其實幾時去整埋，去決定埋阿秦剛下落咧？我而家我真係懷疑秦剛係死咗噶咯喎，已經係嚇，係啊，即係阿外長秦剛啊，都唔露面噶，都唔露面喎嚇，啲外媒傳佢出嚟已經死咗噶啦嘛。咁其實如果冇死嘅話咧？你為咗回應呢啲外媒啲傳聞咧，係唔係都俾個幾個鏡頭咧去見下咁嘅樣嘅嚇？咁但係好似當年沈博熙來沈啊沈個老婆谷開來個嗰陣時，大家話阿博熙來同埋阿谷開來個被沈嗰個影武者，而家係講緊習近平係連影武者都唔揾啊，係啊，連影武者都冇啊。咁好啦，咁啊而家呢個三中全會搞咩咧？嗱，三中全會 suppose 啫，就係交代呢個5年計劃啦，係嘛？是不是15、15、5、14之前是就是叫做14-5規劃，就是现在就应该叫15-5規劃的嘛，是不是现在呢就第15个5年計劃。是啦，但是现在就没有说什么5年計劃的。
主要咧，多謝飛歪啊，真係及時雨啊，而家真係啊，即係呢個月真係好難頂啊，多謝你嘅及時雨啊，咁佢而家就話啦，其實兩樣嘢都好虛啊，這個三中全會研究係要搞啲乜嘢咧？咁佢主要就係話，要搞呢個要推進進一步嘅深化改革，同埋即係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問題。你係唔係都中國式現代化啦？屌你真係，你幾時唔係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問題？中國式現代化就係冇現代化，係咪即係中國式乜嘢加個中國式咧？都即係個意思就係不是中國特色嘅市場經濟，即係唔係市場經濟？中國特色嘅民主，即係唔係民主？中國特色嘅即係呢個乜嘢啊？就是社会主义就不是社会主义，又不是社会主义，又不是市场经济，是吧？即是纯粹就是独裁，就是这样的啫。总之你讲中国式现代化，就是其实你点喂咩时候要用中国式现代化啫？是一个长远的议题嚟嘅，一个讲一个即系讲耶稣的问题嚟。即系其实你而家是冇嘢讲，系冇具体嘢可以交代，先至要讲就是中国式现代化。你连十五五规划呢个字眼都冇，几虚？你话成件事系？但呢一样嘢同邓小平年代系好唔同嘅喎。邓小平年代咩中国式，我哋喺度耻笑。但耻笑另外一样嘢，即系邓小平系真系有限度咁样开放嘅喎。我哋认知嘅，即系我哋认知嘅，例如汽车企业，佢哋都系嗰段时间走入去嘅喎。呢个亦都有时代表背景啦。因为邓小平时代其实就系老毛嘅极左。就轉去翻去，即係修正翻嗰種極左嘅路線啫嘛。市場經濟咯，市場經濟咯。咁但係而家中國已經極左噶咯，而家人唔換，主要大陸最大嘅就唔係國安癌細胞啊，即係其實這個即係極左癌細胞啊，文革癌細胞就係習近平咁啊。這個文革癌細胞唔死，咁佢只能夠係繼續作惡嘅啫嘛，即係佢唔會突然間就係良心發現，因為唔會噶嘛。即系而家你主要系走到冇路可走，又系佢喺度做吓，咁你咪只能够系讲啲好虚嘅嘢咯。佢唔会认错啊嘛，系嘛？进一步深化改革，然之后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你几时都系咁讲噶啦。但系你见到无论而家法广同埋呢个 DW 都强调，就话呢一个嘅嚟紧嘅三中全会咧，就将会以政治挂帅。我哋之前讲紧嘅嘢，喂，而去到而家佢哋先至再 double confirm 一次。好多，亦即系话唔同嘅消息都咁讲啦。即系就算系话就算习近平讲话要深化改革，就话要搞好经济，你都话喂听咗就算啦。搞好他認為的經濟，應該這麼說，即是現在我們看到的習近平，他已經 是殺雞取卵，要搞跌解決的是中央的那個財政而已嘛。其實even是地方都不理的了， 你看到特別長期國債那些什麼來的，是不是見步行步殺雞取卵，然後見步行步，然後呢我攬炒就不讓大家炒我先，就我炒你先，即是現在這個就是受傷的野獸就最危險嘛，就係、是、去到一個咁嘅階段啊嘛，而家係。但同時間，我哋亦都講，頭先先講，喂，鄧小平年代，你第一時間走出去，第一時間講緊企業化嘅係咩？即係解放軍啊嘛。解放軍嘅投資其實係千絲萬縷嘅，係。即係所以點解你問即係魏鳳和、李尚福，以至到佢哋無論係咩派系嘅人都好，喂，大佬啊，我下面有班人要養噶嘛。即系你要攻台，你要做神冇问题啊！你系咪要搞掂我个荷包先？啊！习近平好似系拒绝咗呢一样嘢喎，即系佢要赶走魏凤和、李尚福，系俾咗呢一个 signal 出嚟。咁所以我见阿此班明夫先至讲紧，喂，点解最亲嘅人都要走呢一样嘢，系会令到解放军嘅士气大降？大降唔系在于咩攻台决心呢啲咁嘅嘢，而系问有冇粮出啊？我觉得系。咁就其实呢个叫深化改革呢个字眼呃到人嘅喎。嗱，因为我系咪呢度讲定还是成日同钟 Sir 讲咧？因为正正就系话咧，佢进一步深化改革啦。佢第一次提嘅时候咧，系上一个月啊，唔系系呢一个五月廿三号嘅时候提嘅，唔系系四月卅号嘅时候提嘅。嗰阵时就系话，即系三中全会嘅核心主题咧，就系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深化改革。所以咧，中国式现代化就系呢个会议嘅关键词吓。
咁然之后安邦智库，安邦智库系咩背景啊？好似系邓小平背景啊，系咪？以前有啲人话系。咁啊，研究员咧就喺呢个零一里边都有写文嘅，佢唔知佢用咗呢个安邦智库嘅文章咧，就系话啦，嗱，可想而知就见到呢个所谓嘅深化改革嘅字眼啦，可想而知啊，系嘛？咁呢一个就叫做系呢个咩解决我国现有嘅问题嘅关键重大战略嘅判断咧，就系以经济建设为核心，即系字面上去解读咧，就以为系以经济为核心，但系事实上最后尾系点样咧？咁經濟為核心嘅話就好簡單嘅啫。而家你講緊爛尾，而家你講緊銀行都唔夠現金使，咁咪強行老屈大家唔好用現金咯，用人民幣咯，咪即係用電子人民幣咯。如果你講緊呢個地產有問題嘅話，喂，咁啱啦，地方政府就自行變成包租公。咁啊，老屈嗰啲所有嘅人民都要租政府楼咯，咁然后去到改善翻呢个地方财政咯。啊，我又唔知啦，即系如果你话深化改革冇乜好改革嘅，你而家见到仲未见到阿习近平嘅真正面目咩？佢本如果可以嘅，佢最想就系搞真系全面转左吓嗰种即系人民公社路线啊！佢早几年啊又要搞呢个乜嘢啊咩大镬饭啊嗰啲咩人民饭堂啊系嘛？然之后又重建人民饭堂，系啦，又话咩即系然之后又搞喺唔同嘅企业大嘅民企国企就搞咩人民武装部啊嘛系咪啊？嗯，所以其实佢本身已经有一个部署，就算系唔系打仗都好，佢都想咧就话即系呢个就要行呢个极权主义 totalitarian。我哋以前读政治咧，分唔同嘅阶段嘛。独裁咧，好多国家都独裁嘅，但系真正做到 totalitarian 嘅国家咧，先至系最极端嘅独裁。所谓 totalitarian 咧，即系 total 嘅意思就系 total 嘅所有嘢管晒啊嘛，无微不至啊嘛，饭堂、经济嘅细节、饭票可以管就管。佢话要处理呢个青年失业嘅问题，点样处理啊？你外资唔喺度啦，撤资啦。然之后问要问国家咯，国家又冇咁多嘢俾你做喎，咪上山下乡咯。最后尾咪行到咁绝咯，系嘛？咁然之后，喂，你唔掂嘅嘢咧，就夹硬嚟上山下乡啊。然之后咧，就其实就好容易咧，就系会重回翻以前老毛嘅错啦，吓咪加入军队咯。咁所以其实如果即系大都阿李老师不是李老师啊。先前就貼張圖出嚟，佢話即係你見到即係當你咩魏鳳和、李尚福咁樣俾人搞嘅時候，啲有錢佬係有眼見嘅。咁你咁而家咪話咯，2024年過都叫過半年啦。呢半年入邊，喂，你見到南下同埋北上嘅資金就係、是、個趨勢係點樣啫？喂，而家而家係講緊大陸嘅資金不斷咁樣南下。就經你冇話經香港，應該唔經香港嘅，直接南下去到新加坡添啊！但係個問題，北上回流翻落嚟嘅資金，只不過南下嘅資金嘅10%，係所有你話咩深化改革，你話整縮乜乜乜乜嘅話，嗰啲咁嘅嘢，咁其實係令到啲有錢佬咧就諗已經係唔諗加速。走資噶啦，唔係你最你講乜都假啦，你點樣深化改革都假啦，又要搞呢個咩嘢係嘛？長三角係嘛？深化改革就即係攞我啲錢，既然你講到咁白嘅話，咁我咪走咯，仲留喺度等死咩戇鳩？咁諗嘢噶嘛啲有錢佬？呢個就係叫要深化呢、這、一個即系共同富裕的改革啊嘛，系啊，深化掠夺，系、哎、啊，就系、是、玩呢、這、一个就要进入50年代后期啦，开始搞嘅一种叫做系公私合营制啦。嗱、嗯，呢、這个就系佢一直以嚟要部署嗰样嘢啦。你养到你只鸡肥肥大大啦，系、嘛？然之后就共同富贵啦，系咪啊 ？TU 啊，知咩事啦？即系而家咪就是玩三国志咁样，你做阿董卓。最叻玩嘅咩啫？掠奪啊嘛，同埋徵收啊嘛，掠奪到啲民眾冇錢啊，跟住就徵收啊，佢係即係徵收啊呂布啲錢啊，佢係似董卓。